好啦，欢迎嚟到星期四晚嘅城市特首，今日喺演播室由阿卓陪你走啊。睇下各位呢几日睇下自己嘅房贷账户啊，事关国新办就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之后咧，各大银行正加班加点咧修改合同、修改设备系统，做好各项嘅准备啊。预计大部分存量房贷咧将喺听日批量下调完成啊，咁就意味住咧大家喺10月26号咧就可以通过贷款银行嘅指定渠道咧查看调整嘅结果啊。部分中小银行调整时间咧可能会迟啲。总体咧会喺10月31号前全部完成啊！好啦，下边嚟了解下今晚嘅热搜榜有咩精彩内容咧？青岛一混凝土车与多车碰撞，警方通报嫌疑人涉嫌醉酒驾驶。臭玉学校董事长插袋离席，女校长莫名发笑。臭玉查清楚，臭脸也得说明白。母亲送女儿上学，遭男子追斩，两人受伤，嫌疑人被当场捉获。吉林市一机关办公楼倒塌，此前刚公示维修施工合同，知情人系闲置办公楼，无人员伤亡。暴跌，万亿巨头出事，未爆发麦当劳大肠杆菌事件。来一起去看一下太空菜园，走的樱桃番茄，整个长势还是比较好的，很快我们就会吃到香甜可口的果实。这边种植的是生菜，能够在太空吃到新鲜的蔬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还可以为我们繁忙的工作带来绿色好心情。这场手术刷新世界纪录，最远距离的机器人手术。手术机器人呢，利用先进的操控和远程技术，在手术中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操作，让患者足不出国，接受行业顶尖医疗专家的远程手术治疗。我说为什么要帮助我，他说就因为我是中国护照，看我们是中国人，他就告诉我们前面的路况有多危险，一路武装护送300公里，要把我们送到下一个国家，换了10几辆警车，一路把我们送到叙利亚的口岸。亚冠第三轮，上海申花2-0川崎前锋，斩获各项赛事主场10连胜。就是整个庭审过程，他一次不如一次，这次他在里面没有哭，也没有道歉，全程都是在抗争，他除了跟我吵架，就是跟其他的亲家长。在北方戰績滿滿，令到我國多地氣溫創今年下半年新低的強冷空氣已經南下到貨，還要不斷上強度。以廣州為例，最低氣溫可能會降到1字頭。冷空氣於今日到達廣州，不少市民都能夠感受到明顯的涼意。氣象專家介紹，未來幾日廣州將會受到颱風和冷空氣的疊加影響。這是今天早晨那个全省的一个最低气温的一个分布图，受这个辐射降温的影响呢，我省这个北部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温，全省路的最低气温呢是仁化8.8度，因为这个冷空气跟台风共同影响，风力比较大，体感还是比较清凉。今日凌晨，台风谭美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登陆，以10到15公里的时速向偏西方向移动，在今日傍晚前后移入南海中北部偏东海面，强度缓慢增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受这个冷空气和台风谭美的一个共同影响，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和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附近海面还有重州海峡北部湾海面呢，风力都有一个明显加大的过程，特别是南海中北部海面，这个风力会有8到10级，阵风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呢是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24号呢，粤东海面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有7到9级，阵风10级。25号到26号，我省附近海面的风力呢是6到8级，阵风9级。受台风影响，沿海的渔船亦都已经收到通知，回港避风，停止作业。而天气干燥，市民亦都要注意居家安全。这个
天气晴好干燥，森林火险指数高，所以呢要注意森林防火或这个家具用火用电安全。另外呢是海上的风力大，持续时间长，过往船只要注意避风，海上作业海岛旅游要注意安全。另外这个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注意添加衣物。还有就是受冷空气或台风共同影响，我是这个陆地啊，风力也比较大，所以要注意这个户外广告牌、这个阳台可移动的这些物件因风吹倒、这个跌落的风险。随着广交会第二期开锣，有湾区企业就推出智能语音厨房龙头，听说可以通过语音唤醒开水、关水、定量出水等的功能切换，真正这样解放你对手，可以有更强大的功能，受到外商的欢迎。咁第136届广交会嘅第二期就已经开幕啦。咁相关嘅展区总共系上传展品咧近159万件嘅，咁系三期中展品最多嘅一期嚟噶。咁从家居嘅建材啦，到呢个充满巧思嘅节日嘅装饰啦，包括咗餐厨用具，第二期咧系进一步凸显咗大家居呢个概念噶。咁我仲见到有唔少嘅境外客上系特别中意我哋嘅绿色制造嘅智能家居噶。广交会第二期现场人气爆棚，品质家居嘅概念主题被持续强化同具象化，而小品类产品拉动国际市场的趋势越发明显。其中广州本地企业更加是在科技创新和绿色环保方面表现出色，定位精准的智能小家居成为了爆款。我们获得、世界最出名的德国 IF 红点大奖、这个产品呢现在很受客户的欢迎，因为它是可以解决了生活的痛点，比较方便，可以智能语音控制出水量和那个冷热，和多种语言都可以输入的。这款龙头内置灵敏传感器，用户触摸光圈顶盖唤醒系统，或者使用语音指令亦都可以触发开关，而且拥有多国语言选择。 Hi Mia, what time please? What time please? 200毫升水。好的，200毫升，定量已完成。这款智能语音水龙头现在主攻欧洲、美国和中东市场，批发售价是100美元以上。工作原理就是靠这个控制盒，这个控制盒呢、信息呢传输到上面这里的接收器、我们语音使用的时候讲话就可以这里接收到。在广交会现场，我们感受到大湾区的企业拥有产业链的优势，不少企业的研发和生产都可以在广州本地或者大湾区产业集群中完成，有利于降本增效。另外，不少企业亦都能够通过需求对接的过程来到挖掘新增长点的能力。有一家小企业做到现在规模有3000多人，一个大企业在国内都是比较有名的。从2000年之后，就我们自己申请展位来参展到现在，不断创新，做一些好的产品。作为国际制造业名城的东莞，派出了史上最大的东莞军团出征这届的广交会，一共有420间的东莞企业参展，展位数达到921个，参展规模是进一步扩容，是历届规模最大的。在屋企门口办展会，东莞的参展企业是大开大门，邀请客商探访工厂，向全球客商展现东莞的硬实力。来自以色列的采购商 Avia 已经多次参加广交会，他说这个平台可以帮到他们对接到全世界各地优秀的供应商，找到符合公司要求的产品，所以他们决定在展会后留下来继续同意向企业洽谈交流，而东莞企业就是他们团队今次采购的重点对象。我们过来呢是看下公司的整体生产状况啦，还有它的实力的。因为我们对品质的要求好体重，我们一定要实地考察工厂的实力啊。在企业负责人的带领下， Avia 和他的同事实地参观了产品陈列室、体验室、生产车间、组装车间等，还现场体验了 VR 和 AR 各系列的产品，感受到东莞先进制造的魅力。我认为整个公司非常专业，他们集中做一个产品，这样可以将质量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会跟他们合作的，并且会有重复的订单，可以建立持续长久的合作关系。
在广交会上面，这家来自东莞的企业展示了多种最新研发的 AR、VR、MR 以及 TWS 蓝牙耳机和运动健康类智能产品，其中 AR 眼镜和翻译耳机等新品更加是受到广大海外客商的关注和青睐。据了解，这家企业是连续第二届参加广交会，在上届广交会成交的八个客户基础上面，今年新增了尼泊尔、巴基斯坦、伊朗、印尼、泰国、哈萨克斯坦和智利等国家新客户，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客户名额增多。客商他经过广交会我们得到接触以后，他们也有很多的客商会选择过来跟我们进行这个实地的考察，那让他们更多的零距离来看到我们工厂的这种我们的技术研发实力，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生产的实力，促进他们更多的会去对我们进行下单。据了解，今届广交会参展的420家东莞企业入面，新参展的企业达到85家，占比超过20%。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先进制造和科创产业企业达到198家。展会期间，东莞仲举办了多场招商人士活动，以及多场采购对接和考察活动。老师专门力量赴广交会现场开展招商人士活动洽谈，吸引优质企业来东莞考察。每一届广交会都有的风向标，企业亦都会根据市场趋势变化推出最新的产品，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吸引新客户和新订单。如果咧，你面前有大树帮你遮下阴咧，都几凉爽嘅。但有汕头嗰边嘅小区业主咧，向我哋报料就话，佢哋居住嘅楼房嘅顶层外墙上边咧，多年前啊生咗一棵榕树出嚟。由于呢棵树咧好野蛮啊，咪野蛮生长，树根咧沿住墙体一直通到落地面，仲延伸到居民屋企当中啊，导致墙体开裂，出现渗水嘅现象啊。呢棵树究竟属于边个咧？又怎样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秀秀，通过航拍画面可以见到，这棵榕树长势好好，枝繁叶茂，枝叶的直径在3-4米左右，根须深深地扎入了两栋房屋的夹缝墙体当中，由7楼的楼顶一直蔓延到地面，长度在20米左右。业主说，这棵榕树的生长已经有多年的时间。它这个树根已经伸到它到下边去，那个下水管啊什么好像都给它弄掉了。你看这下边这个树根啊是切掉的，刚刚切掉的。记者观察发现，发达的榕树根导致楼房外墙出现了多处裂痕，部分外墙的马赛克瓷砖已经脱落。担心的就是墙体要掉下来了，好几个都要掉下来了，砸到我老人孩子怎么办？树根亦都穿过墙体，进入到2座4、5、6层的住户屋企入面，对墙体造成破坏。我现在的位置呢是6楼住户的一个房间，在这个窗户旁边的墙体上啊，可以清晰的见到榕树的树根，就像蜘蛛网一样附在墙面上。由于墙面长期受到树根破坏，已经出现了裂缝。这个墙里边。估计已经占满了很多树根了，已经把我们这个墙给胀裂了。一下雨的话，那个雨水就渗透进来，修补过了，若干次了，四周围都其实已经都发霉了。业主话，佢哋曾经拨打过12345政府热线反映呢件事，但系问题一直无法解决。记者联系到小区所属嘅大华街道。街道同居委工作人员好快嚟到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由于7楼已经好多年冇人住，所以去唔到楼顶查看情况。通过多渠道也找不到这个业主，可能中途也有那个多次买卖。接下来我们这边居委会还会通过那个粤海水务还有那个电力，然后看一下他当时开户的那个业主的姓名。工作人员表示，在榕树仲未清除的情况下，优先协调住户出资，将外墙已经摇摇欲坠的瓷砖进行清理。民间流传这样一种病叫猫眼，即是视网膜无细胞瘤，是儿童眼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有研究结果表明，在高危的视网膜无细胞瘤的治疗当中，三个疗程 CV 化疗在预防转移和降低死亡率方面，与6个疗程同样有效，而且副作用更少，亦都是更加方便，同埋令到更多的患儿获益。有人把我们的眼睛叫做猫眼，每次去医院治疗，我都会呕吐，回家还会掉头发。妈妈说这种治疗要经历6次，我很害怕。
当小朋友在黑暗的环境入面，或者是用闪光灯影相嗰阵，眼睛好似猫眼咁出现黄色或者白色的反射光，家长就要引起注意啦。咁可能表明佢哋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呢种恶性肿瘤，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患者 90% 以上可以保命，70%可以保住眼球甚至是视力。而目前的治疗方案主要是在术后辅助6个周期的 CEV 化疗疗程。对于患者家庭来讲，时间和金钱的成本都不低。治疗的过程呢，我就随访了一下，感觉三次疗程也有疗效，疗效也不错，但是呢，这个精确性多少我们没有大量的研究，所以我这个研究不敢忐忑，就在忐忑这里，你是不是能够保持两个绝对的一致。一个化疗疗程周期是21日，6个疗程起码要4个月，不单止所费不菲，对小朋友的心理亦都造成负担。而研究显示，当化疗的疗程由6个减少为3个，总治疗费用可以降低大概40%，而5年存活率并没有明显差别。这个研究成果10月21日发表在国际顶尖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上面，有望写入国际指南，成为治疗的新标准。这个亦都是我国眼科领域在这份期刊上面发表的第二篇临床研究论著。最重要的是化疗的副作用，你们可能也知道，化疗以后掉头发啊，对，吐啊，有的血象，每个家长都是这样。一提到化疗，他都有点恐惧吧。但是你跟他讲，我只要给你化疗3个疗程，他就接受程度大大的提高。我很欣慰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3个疗程的生存率比6个疗程还略高一点点，而不是少一点点。所以这个就说是它体现它的价值。化疗是很毒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找到一个最低剂量，那是最有效的。实际上，其实是我想是每个家长，最希望的有这么一个成果出来。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这个成果是很有力的去诠释我们面向人民健康、面向眼健康、面向社会需求去做研究的这么一个初心跟愿望。秋季天气多变啊，屋企有 BB 的朋友要留意啦。如果呢排小朋友发生腹泻、呕吐等的情况，好有可能不是食坏肚咁简单啊。秋季肠道病毒目前已经进入到流行期啊，如点样科学预防呢？儿科医生同大家过翻两招啊。根据流行病数据监测，每年嘅10月至到次年3月是秋季肠道病毒流行期。落鱼病毒、轮状病毒是引起呕吐、腹泻等肠道疾病的主要病源。在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的住院部，一名仅8个月大的婴儿这几日亦都中招，确诊了轮状病毒感染，一日屙了10多次，在医院接受治疗。主要是拉肚子，拉了12次左右一天。他精神状态还可以，但是因为拉得多，屁屁就拉得很红。儿科医生介绍啊，轮状、落鱼等肠道病毒引起的疾病被称为秋季腹泻病，感染性强，以肠道传播为主，可以通过污染的水源、食物、物品、空气等传播，主要发生在秋冬季，学校等人群聚集的地方，好发于儿童群体，潜伏期大概2日，症状通常都是从呕吐开始。有的小孩子就会呕得很厉害，呕得10几次的都有的，然后就随着就出现一些腹泻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他可能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哈，有些严重的会容易脱水，甚至会生命体征都不稳定的。这类肠道病毒对环境抵抗力强，酒精都没办法杀灭，因此科学防范主要是从消灭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3个重点为揸手。医生表示啊，目前情况虽然没有呈现爆发式增长，但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在气温骤降期间，肠道病毒将会更加活跃，家长在防范方面要做足功课。我们医院的数据的话，就是显示每天都有几个，以个位数为主，不是特别多，有可能随着气温的降低，可能会出现一个高峰出现。气温突然骤降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诺如病毒的传染。嗱，冇耐前咧，30几岁姚女士咧陪屋企人去体检嗰阵咧，佢话咧，咪心血来潮，话为自己报咗个胃肠镜咁样啊。原先只不过系氹老人家一齐做胃肠镜嘅，降低老人家嘅就医嘅恐惧感，但谂唔到佢自己体检嗰阵咧，佢发现啊，佢本人被确诊咗肠癌前兆。
禁牙烟，一起关注一下。喺内镜下，呢一粒足足有三公分大细嘅肿物，就系附着喺姚女士直肠嘅绒毛状腺瘤。谂翻起攞到检查报告嘅情形，佢仍然心有余悸。当时的话，我们发现的话，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按照我这个年纪的话，应当不会长这些东西的。我是不敢相信的，还好发现得早。医生表示，慢行的就是肿物仍然在发展当中，超过五成概率会发生恶变，属于肠癌的最早期。这类患者的话，他只有30来岁，因为是常规体检，发现这么大的一个息肉的话，是比较不多的。假如这个病人不处理的话，他可以50%的几率的话可以发展为癌症。近年来，大肠癌发病率明显上升，发病率在我国居于共性肿瘤的第二位，死亡率高居第四位，是最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之一。结直肠癌绝大部分是由腺瘤形息肉转变而成，而从腺瘤形息肉进展到癌症，大约需要5到10年以上的时间。而在早期的病变过程当中，患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的症状。这样大肠癌作为一种高危害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犹如隐形杀手潜伏在人群当中，危害着居民的健康，我们要怎样规避患病风险呢？40岁以上的就是可以做一次人群这些可以筛查。第二呢，就有家族史，有癌症家族史，有消化道症状，便秘啊、腹泻啊这些症状，还有这癌前病变的疾病，有慢性阑尾炎、溃疡性结肠，还有一个就特别入食比较多、喝酒比较多，这也更加容易长息肉，更有容易得肠癌。这些人群呢，可能要这个及早做些一次筛查。日前中山市人民医院的新应用服务 AI 导诊数字人正式启用了。这次上市的 AI 导诊数字人可以24小时提供服务，完全是不用休息的。准确地回答患者关于寻医问诊的相关问题，令到医疗服务变得更加高效和有科技感。AI 导诊数字人位于中山市人民医院门诊大楼1楼的门口。目前这个 AI 导诊数字人可以进行健康宣教、预约挂号、问诊、导诊，还有多轮对话，例如推荐科室、医生，还支持识别普通话和粤语等多种语种。通过多轮回答，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患者的情况，为患者提供更准确的推荐。比如说他来到这里，我第一次来看病，应该在哪里建档，他会能够很好的解释给你，甚至可以解释到你这种病应该到哪一个科先去看病，他也可以。还有呢，他如果他说我要看哪一个医生，他也可以做一个参谋，告诉你你这种病应该到哪一个医生看。李时春介绍，以前导诊主要靠人工，例如护士、导医或者志愿者。按照每日大概10000几的诊疗人次来计算，其中需要导诊服务的人大概占到30%到40%。现在 AI 导诊数字人已经在医院试用了1个月，引入数字人之后，不单止极大地减轻了导诊人员的工作压力，亦都得到市民的认可。感觉 AI 导诊数字人还是挺方便的。我们这些患者第一次来医院的话，就是不懂得怎么挂号啊那些嘛，那些流程啊都是很清晰可以表达出来。医院方面介绍，现在只有门诊大楼1楼有一台 AI 导诊数字人，以后每一层楼计划都会设置一台机，方便市民看病。它还有学习的功能，它在实践之中，你提到我的很多问题，它逐渐在后台里边学习，提高它的那个分诊的能力。未来中山市人民医院还将在 AI 陪诊、 AI 中西医结合治疗、 AI 影像辅助诊断、 AI 辅助临床手术等领域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在智慧医疗领域不断突破，助力智慧医疗的发展，真正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令医疗服务变得更加便利和更人性化。随着珠海中医药一条街的东西街正式开园，珠海中医药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落，丰富多样的中医药新技法、新产品、新场景、新体验，令到传统中医药解锁了全新的年轻玩法，同时亦圈粉了不少大湾区青年过来打卡的。曾远文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海外留学归国之后选择了来内地创业。2019年初在横琴创办了一家多元化综合型企业，业务横跨大健康产业、
国际贸易、文创旅游等多个领域，常年过住双城生活的他早已经将横琴视为第二个家。这一次珠海中医药一条街开园，令曾远文再次见到新的发展机会。中医的这个魅力是非常吸引我的，所以怎么样去结合横琴还有澳门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样的一个定位，还有4+1的这个新的产业定位，我们把中医可以通过横琴还有澳门更好的去转化。在人们对多元化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今日，怎样去建设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优化中医药服务供给，成为了曾远文入行中医药行业的重要课题。我们把医、教、研、产、文通过这个试验田，有港澳朋友们然后来参与，然后来出镜，然后我们可以锤炼我们中医的2.0版本，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中医走出去。依托珠海中医药一条街的运作模式和环境优势，曾远文打造的中医馆除了有传统的中医诊疗，游客还可以通过足迹检测仪器等现代化设备获得科学诊断，沉浸式体验中医加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它是一个真中医、真智能、真数据的这么的一个体现，我们叫它做未来医学。未来医学是中医跟西医有机融合起来的一个产物，它是中医可视化的一个产物，它可以让到大家公众有对自己身体的一个透彻的一个认知的同时，可以把中医的这个养生的理念融入到大家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被誉为海上能源新宠，未来风电发展趋势的漂浮式风电机组，利用浮动平台将风电设备置于深海，具备更高的发电效率和更大的装机容量，是未来海上风电的重要发展方向。今晚我们一起关注全球最大功率漂浮式风电机组的下线。据介绍，该风电机组功率等级达到20兆瓦，是全球最大功率的漂浮式风电机组。风轮直径达到260米，扫风面积达到53,1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单机连输出清洁电能可以达到6200万度，能够满足大概37,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燃煤2.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2万吨。近海的资源越来越少，需要往迈向深远海，这个时候海水的深度会越来越高，如果我们再采用传统的方式的话，其成本将会巨大的增加，这时候我们想到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一个漂浮式的平台。半潜式漂浮平台可以将风力发电的疆域拓宽到更加广阔的深蓝远海，综合入多种智能控制、智能传感等技术，可以实现实时监控。因为我们传统的海上风机是固定在相对固定的大底里面，而漂浮式风机其下面的风机有一个会增加一个额外的自由度，风机的平台也会随着波浪在做摆动。同时目前来看的话，漂浮式风电代表的未来风电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方向。据了解，该机组将于近期在山东进行装机测试，然后安装到深海海域并猛发电。深中跨市公交日前推出了纪念月票套餐的8折和9折优惠方案，可供选择的。对于经常往返深中两地的朋友，尤其是两城生活跨境翻工的各位来讲，购买月票真的好有着数啊！一个月闲闲地可以悭翻够几水的车费。中山公交集团和深圳巴士集团联合推出的这种月票分为 A 线和 B 线，每条线有10次9折和16次8折的两种套餐。以 A 线的8折月票为例，如果按照正常的18元票价，16次是要288元，而打折之后就是230元，悭了58元。比如说我们跨市公交 A 线这里原来要18块钱，现在只要14块多，14块3毛多就可以乘坐一次。 B 线是原价是15块钱的，打九折的就每张票就是省了1.5块，那是打8折的那就更加优惠，每张票就省了3块钱。
月票活动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日，乘客可以去到中山博览中心跨市公交枢纽人工窗口、中山国际人才港首末站候车室，以及深圳前海梦工场北区公交首末站候车室现场实名购买。每个人不限购月票数量，但必须在有效期内凭身份证使用，每车次只能够用一次，仅限本人使用。你觉得这个优惠能吸引你买？啊，能吸引。大概一个月你能往返多少次？大概往返加一起吗？对，大概20多次吧。145呢，就是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有大概5000人左右。主要呢还是一些通勤的，通勤方面的。那星期六、星期天的这个，一般每天平均的这个人次不少于8000人次。而家推出的是纸质月票，从下个月开始，中山公交集团和深圳巴士集团将推出电子月票，市民可以通过深中跨市公交专线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深巴出行微信小程序购买。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等的非机动车使用率是不断提升的，电机不守规矩，你说挺牙烟是吧？为了提高通行效率，保障过街安全，潮州市交警部门经过调研，在城区道路重要路口的节点改造当中，对部分路口的斑马线增设了非机动车的专用道，引导人车分流。在潮州城西路和丰春南路交叉口，经过提升改造，四个方向的斑马线旁边都新增了一条2米阔的非机动车专用道，标线醒目，令到行人行走空间和非机动车行驶空间都有了保障。我上次要打下车，我直接倒下车，人能有方便呢。有市民认为，以往这个路口人流和车流都比较大，高峰时期非机动车和行人逼埋一起过马路，很容易会有嗨碰。经过改造，将机动车停车线后移，提供了较充足的空间，施划斑马线和非机动车专用道，更好地保障过街安全。大概就讲几多块钱，人家自家差几几间屋，人家投钱啦。啊，这民族党卡车就卡车啦，我出我都无些大家能接触嘅，我定个西装啊，就你话，当然能这种自动的行对方便，双方手头先传出。交警部门啊，积极的探索并借鉴了同类城市的一个路口设计的经验啊，考虑到部分的城区道路的交叉口呢，存在着这个非机动车道路线缺失的一个情况，联合了交通城中部门啊，委托设计单位开展了一批典型路口的这个方案设计，希望能够通过成功的一些探索跟摸索，总结出我们潮州道路交叉口的治理经验，方便我们在全市进行推广。日前在一个高架桥上面，一部新能源车突然失控撞上护栏嘅，并继续下滑，相当之牙烟嘅。一位灰车侠挺身而出，果断采取行动，巧妙咁逼停咗失控车辆啊！巧妙逼停失控新能源车嘅系武汉市公安局嘅一名民警。事发系下昼嘅4点几，佢揸住私家车路过事发地，发现一部新能源车行驶异常。原本计划直行嘅佢，果断改变路线，紧随其后驶入匝道。跟他并行的时候，发现司机位的车窗是打开的，然后司机已经没有意识了。同时，他看到他双眼呢圆睁，然后脑袋向后倒，两个手没有在方向盘上，而是垂到了身体两侧，我就意识到这个车辆已经失控了，司机没有办法完成任何操作。那个时候，新能源车准备驶离匝道，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冲入主干道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关键时刻，沈鹏揸车从旁边成功将车辆逼停。因为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110警情的这个指挥和调度。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呢，也处理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这个110警情。车辆被逼停之后，沈鹏同路过的司机拨打了110同120。好快，民警同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经过抢救，发病司机逐渐恢复意识。众人合力将司机抬上担架，由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他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当时一下子发病了，我都再三说了，这确实很感谢他。那不是他，我都无法想象后果。近日市民老女士心急咁样向警方报案，就话佢银行卡入边嘅近30000银啊不翼而飞啊！查嚟查去，原来系男朋友穿柜桶底啊！真系一防夜防啊，身边人难防啊！收手。
我们对其进行那个账单的一个分析，发现他的一张银行卡里面的钱款，从2024年8月1号开始，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十几次的那个不正常的转账出账的记录。之所以话系唔正常嘅转账，系因为呢啲转账都发生喺深夜。发现这个账单的转账的记录，基本上都是从半夜或到凌晨6、7点钟左右转出的。三更半夜是边个趁住老女士瞓得好冧嘅时候将钱转走呢？而且老女士嘅账户是设咗短信通知嘅，但系佢就冇收到短信。经过排查，警方锁定咗嫌疑人老女士嘅男朋友张某。两个人拍拖先至几个月就已经发展迅速，老女士用自己嘅名义为张某办咗电话卡、微信，甚至仲绑定咗自己嘅一张银行卡。在那个添加成功后，就通过微信转账转出的方式，将这个卢女士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内的3万余元的钱款，陆陆续续的通过11笔账转出来。因为那时候正好要还钱，怎么做呢？就是提现嘛，充值。这个嫌疑人张某是完全的知道卢女士她本人使用的手机密码、支付密码、微信等那个 APP 的里面的一些登录密码。民警介绍，张某在同老女士确定男女关系的当日，就开始从她的银行卡入面转钱，每次都是等老女士睡了之后才转。转成功之后，张某就删了老女士手机入面的银行短信通知，直到案发的时候，她陆续盗窃了近30000元。现在张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踏入金秋时节的佛山，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文化盛宴。一年一度的佛山秋色巡游将在11月1号、2号连续2晚上演的。连日嚟彩车彩灯的制作正密锣紧鼓进行当中，规模阵容创了历史新高。今晚我们提前探营彩车制作基地，看看今年的彩车有什么亮点呢？彩车一直都是历年秋色巡游的亮点之一，今年将有18部彩车分布在巡游的方阵当中，成为历年来彩车数量最多的一次。在彩车制作基地，匠人正在度密锣紧鼓咁样整紧今年的头牌彩车，品味佛山秋色无限。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杨小燕介绍，头牌彩车的整体风格是传统岭南地道彩灯造型，分为上中下三层结构。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刚刚做好的龙头，在 LED 灯带的映衬下，整个龙头绚丽夺目。龙头呢是中华文化龙腾，咁啊，佢咧就色彩咧就比较艳丽，同北方嘅龙头咧就唔同嘅。北方咧就可能就系气势咩啲，但我哋南方咧就比较细腻，就比较靓仔啲。咁啊，色彩咧就先啲工艺又更加细。咁咧，我哋就再加时就用咗星光电，所以就系嗰个色彩比较靓。而白天咧就喺色彩同埋嗰个造型，夜晚咧就喺灯光就比较璀璨。咁我哋基本就係完成㗎啦。咁差呢就係所谓画龙点睛，呢个睛呢就到时出嗰时我哋先正留少少神秘，咁再加埋嗰个龙身夹起上嚟呢就更加完美啦。今年佛山秋色巡游节涵盖6大主题，一共有48个表演项目，阵容庞大而且多元化，唔单止令到巡游活动嘅项目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是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深度交流和共享。话咁快，今晚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最后记得关注城市特首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同时亦都可以扫描屏幕的触电新闻二维码，里面还有更多精彩资讯和你分享。我们的大雄小荣继续陪住各位。好了，听晚同样时间继续陪你走过，拜拜。